子好饿呀，哎，这是啥呀？哎，国子吃的什么呀？这个不能吃呀，这个可是弟弟的风车玩具呀，你吃了弟弟会不高兴的。嗯，姐姐我肚子饿了，有没有好吃的呀？你等着，姐姐给你做好吃的去。2 hours later， 国子想不想吃 QQ 糖呀？想吃想吃，今天给你准备了好多 QQ 糖呢，我们赶紧吃吧。哎，这样的 QQ 糖我还没有吃过呢，伙伴们我们先尝尝吧。哇，好 Q 弹呀，又 Q 又弹又甜。那你再来尝尝这个吧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哟，缤纷水果味的甜。妈呀，这样吃 Q 弹也太过瘾了，好迷你的胡萝卜呀。居然还做成小手枪，姐姐你太有创意了。今天的 QQ 糖好好吃呀，嚼得我腮帮子直疼呢。我们今天糖果就放到这了，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